好，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我来外乡亲时代，大家好。天气遐寒，大家都爱穿较少咧吼，啊，莫互感冒着啊。啊，咱今仔日咱特别的来宾，就是咱吴连长，伊长期以来呢，伫咱凤凰网络电视遮呢，就是针对迄个一寡即个不肖的司法人员啦、检察官啦、法官啦吼，啊，伫个即个啊乌龙隧道，伫个伊的迄个判。伊个迄个职权内底呢，伫遐在乌白病啊，是非无分，乌白无分安尼，啊，互这个吴连长呢，伊看足袂做诶，啊，伊嘛该摕一寡物件出来吼，啊，透过咱凤凰网络电视来甲伊，甲咱啊海内外乡亲时代来报告一下，互咱知影一下讲是安怎呢？这个这边的选举就是讲，爱互这个啊民进党来调调了后呢，司法这部分爱来给转型正义安尼。好，啊，咱即马咱来请啊吴连长呢，来甲咱啊各位来分享今仔日的讲，你看迄个法庭内底你所看到的，讲偌垃圾都好安尼。嗯，是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法庭的垃圾的事吼，啊，这个是规面难啦，哦，这。即暗的当中哦，你也不可能讲会了啦。啊，今仔日呢，咱甲各位吼、来通报一即个录音带，啊，即录音带吼、就是伫法庭吼、开庭过程吼，即、这个法官啦吼、伊参即个咧审问被告的即个过程吼、讲白贼。一个肮脏的这个事情。啊，伊讲伊是自由心情呢？唔是，这讲白贼算自由心情无共款。自由心情哦，是伊个啊，这个根据这个属性哦，伊根据这证据已经定了做个判决哦。啊，这是伊自由心情。但是你底下咧审问这个被告的这个过程哦，这属性就是属性啦。啊。也讲我问案技巧，哎，不是，啊，得问案技巧，迄种无要紧，我针对这，我较早拢讲抗议过，伊讲我这问案技巧，还无要紧，迄个属于问案技巧，拢无要紧。但是你个听看卖啊，确定啊吼，我啊，伊到底是不是问案技巧，或者是伊咧讲白惨哦？这一翻两瞪眼啦，这录音带啦播了了后啊，这拢无多人去狡辩啦。哦啊，今仔日哦啊，咱是刚刚讲伊这个法官哦，高等法院的法官啦。啊，姓赵叫做赵文清啦，哦，赵祖龙因亲戚啊。这个查某人，你听伊的这个，看伊这个名，有当时也唔知啊，跟他讲是查甫的，啊，其实是一个查某的啦。先看，讲祖亲是较好听，讲老较歹听，讲老较听伊对咱这个不管。祖亲美少女啊，资深美少女。资深美少女啊，哦，这个是喏，姓赵名叫文清啊，哦，伊到底安怎讲白贼？咱即马伫遮咧争论不休哦，即拢讲袂煞。咱即马直接来个报即个录音带哦，啊，听即个咱啊，即个文清律师啊，文清的即个法官哦，伊安怎啊咧审问的即个过程，讲啥物款的白贼？来导播，来拜托咱即马随个报来听看下来。那你另外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因为在被告人心中有强烈的疑问嘛，毕竟本案的检举人，也就是利害关系人，是所谓的国泰人寿，那根据被告强烈的质疑，目前受命法官林根栋法官有向国泰人寿检举人，这部分我们已经检举的，这个知道，你这样子写很多都知道。我跟你解释，所以大家，你让我讲一下，很简单呐、所有的公务员哈、这个不动产的借贷，就是说买房子的借贷，所有公务员呐、全部都是向国泰人寿借、就是政府哈、管理这个公务员的房屋贷款哈、他们整个就是由这个国泰人寿得掉。所以你不只是法院的公务员，你拿一个行政机关的公务员，这几年呐、就是跟国泰人寿这个就是。这个贷款啊，这个是属于公教贷款部分啊，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你说哎，这个法官是这样，这个法官是这样，这个就是这么简单、好不好哈？
所以讲，伊顶面伊在讲的时阵，伊讲诶，这是阮公务人员的福利啊！阮迄落，互阮去贷款啊！伊迄阵啊，我嘛伫现场，伊就安尼讲。你嘛伫现场，你有听到无？就是安尼讲嘛吼。啊，即个图我甲录出来了后，我即卖吼，甲一块一块来甲报告互大家听啦。看伊讲白菜是对，啊，看伊到底为安怎，咱会要讲白菜。然后啊，伊即个讲白菜，即个部分吼，即一触即破啦。哦，嗯、对啊，这足清楚的嘛，伊足明显就是讲白话嘛。啊，那么伊开头伊安那讲，伊开头哦，就先把这个炸弹啊，这个比格的讲话，嗯，咱即卖先讲伊炸弹比格的这个讲话哦，诶，违法点里头当。根据这个刑事诉讼法的这个规定哦，你审问比格啊，你应该态度温和哦，啊，不得用胁迫哦，等等还是其。正的这个方法哦，来审问被告。嗯，这法律有所规定。那么你吼、哦，被告在讲话的时阵，你甲伊抢话，你强势甲伊抢话，你足明显就是无要互伊讲话嘛。啊，你被告无要互伊讲话，你这就是有不法咧执行你的这个职权的这个属性嘛。哦，嗯、那么你要看伊强势甲插话哦，这个被告伫遐咧讲这个林根栋啊。啊！要创啊！要创啊！伊就甲插话啊！我直接甲各位报告，这个被告要讲林根栋法官哦，从啥？就是讲伊个案件这个当事人哦，国泰人寿哦，借清400万，何出利益啦？伊就是要质疑这段啦，讲啊，这个被告要质疑这段的意思就是讲啊，恁办我这个案，啊，恁去甲这个案的关系当事人借1400万，探出利益，啊，恁要哪来审我的案啊？恁来回避啊？哦。当然，他做这段录音带来，对这个被告最主要吼、哦，要表达是这个意思啦。那么，他未讲，伊都改伊。啊，伊知影啊，你不听这啊。他做这法官，我因以为比咱较济啦吼、嗯，所以咱个尊称这个。好啦，资深美少女啦。资深美少女啊，这资深美少女，这法官赵文京哦，伊的名义上这个被告吼，要讲什么话嘛？嗯。那么呢，依法来讲，你得爱和伊讲了后，你才来做裁判嘛。哦，但是啊，恁文经济啊，哦，伊无呢。嗯，你啊看个强势个杂话啊，讲啊无啦无啦，啊你要意思就是讲你要讲的我知影啦。啊，这法官哦，伊有甲国台借钱无唔对啦，借成400万唔对。但是这是国家啊，要有公务人员的这个住宅贷款嘛。哦，啊，唔定法官甲国台借，包括台湾所有的这个公务人员啊，哦。拢甲国台借钱嘛，买厝拢甲国台借钱嘛，你有听到无？哦，做清楚就是安尼讲。根本就，这个部分哦，银行，这个部分，那就一定要甲国台当事人迄落。咱顶嘛先甲初步嘛，就是讲哦，恁文经济啊，啊，这个法官啦吼，伊咧讲这话是白贼嘞。安怎讲？因为哦，法官要厝贷款哦。未必然一定得要甲国台借钱啦。你像平平因这个案件吼，哎，内底一个叫做杜伟金，你知影无？我问你嘛，讲借伟金这啊，这吼，哎，伊嘛是买豪宅啊，嘛办这个案嘛买豪宅啊。啊，伊甲什么人借？伊甲玉山银行借的啊，这我拢知啊。哦，所以买厝这法官买厝，未必然一定得要甲国台借钱啊。所以恁文经这啊，这讲白贼啦。啊，何况？像拄则这个被告咧质疑讲林根栋，甲诶法官、受命法官呐、啊，甲国台借钱400万，这个吼、哦，借400万的进程，一年前了，嘛甲这个兆丰银行借钱啊，对啊，所以啊，咱卖讲其他的公务人员啊，像恁文经济啊讲话讲啊，卖讲其他的公务人员啊，干呐单就这件内底法官吼、哦。我看过过来的借钱，都不一定要跟国台借啊。何况伊是审判这个属主的这个法官，伊应该爱相骗啦，对不对？一定袂使跟国台借钱。对啊。这法官伦理规范哦，内、嗯、底有明文规定。嗯。法官伦理规范第11条内底啊，有写个足清楚。审判案件这法官哦，嗯、你袂使跟这个案件的这个关系人啊。有这个接受这个馈赠，或者是讲有取得上面讲的这个不法利益，拢完全拢袂使啦。哦，那么这个案件哦，如何上面如何，
就是台湾高等法院一百年上仲根一哦二第十一号啊，伊个这个案件二号就是说，啊，那么这个案件诶，这个二号诶，这个受命法官林根栋呢，伊个这个案件关系人国泰人寿哦，叫1400万较民好起啊，哦，啊，那么这个。法官伦理规范第十一条写得清楚，袂使招你这个招，你这明明哦是涉嫌贪污嘛，哦，那么你这个应该是受贿吧？啊，受贿吧，受贿贿赂吧，接受贿赂，嫌你重大了，因为哦，伊这个的不管你不管讲伊即卖这个禁锢接受贿赂还是啥物会挺多啦哦。最起码法律明文规定，就是袂使了，对啦。对啊。你也袂使去挨这钱啦。对啊。不过你看麦，那边接到李彦章的案件，所有检察官也好，法官也好，警察也好，拢会升官啊，甲会当甲国家领袖，迄落贷款得到好康的啊。所以这个案件吼，奇怪咧，集体贪污的涉嫌嫌疑重大。啊，咱即摆阁回到转来来讲，恁文经济啊吼，他阵啊查这段话吼。伊讲白贼啦，伊惊伊讲出来啦，讲出来有法定录音嘛，录音够，够爱记载嘛，够记载嘛，所以伊你要看，即个真可恶嘞。哎，申请出来时阵又过迄落去。啊，所以你要看拄只哦，即个朱森美少女啊，哦，你要看动哦，无伊讲啊，哎，笔录内底就无写啊，哦，啊，但足明显哦，就是笔个就是要表达这嘛。啊，恁即个朱森美少女哦，你要看，啊，伊安尼是毋是讲白贼？讲什么台湾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公务人员，包括讲行政，包括行政官，这是不是讲袂使？但啊，这个有人甲赵凤金，啊有人甲赵凤金控借钱，啊共玉山，啊个个，啊个另外个一间是啥？相信啊，咱即摆渐渐渐渐读书家以外啦，咱即摆先请教讲咱这个网站上的一寡只贤达啦吼，这网站的这前辈，这兄弟，哦遐。您敢要相信杜家这个朱森美少女这个法官的这个讲法吗？到有影真正所有的这个公务人员弄个迄个国台招吗？绝对无可能啦！相信即摆若伫空中，即个边仔若有一挂朋友有听到，伊绝对原来会干叫讲啊，伊款的哦，迄朱森美少女讲白贼的啦，哦，即款的法官哦，那有这绝对有问题啦！啊，绝对有啥物问题，我来只个各位报告。伊嘛真正绝对有问题，啊，绝对有问题，原因伫底？这个法官伦理规范哦，第26条有规定，就是讲哦，你身为法官咧审案的时阵，你若发觉你的同僚啦吼，有啥物款不法的涉嫌的时阵哦，你应该啊，爱向司法院的这长官来报告，或者是讲你所属的这个法院的这个院长来报告。来进一步来处理哦，这法律有明文规定嘛，这法官伦理规范嘛是按迄个款法官法啊所抽出来，佮来制定的这个法令呢，哦，所以啊，不过反正看起来是上下交相贼，无唔对，所以这种发展嘛，这发展拢规棍的嘛，系啊，啊，所以你也看这个朱森美少女，你也看伊唔去通报吼。唔是会使呢，迄嘛违法呢，哦，啊是安怎吼？伊要违法来讲白贼，来包庇这个林根栋法官吼，而这个不法啦，这内底吼，一内幕嘛，这一定有内幕嘛，什么内幕？就是有可能啊，就是因为摕这条钱来付出利益了，要来枉判李县长嘛，啊，所以确实有影无错，这个案件啊，到尾啊吼。啊，有影枉判，啊枉判哦，这个原因哦，当然是最主要是杜家姐啦，哦，案家就会当看出啦，啊，当然内底判官哦，伊无写理由啦吼，或者认定证据无，这个无凭。认定这事实无凭证据啊，这判官不具理由啦。我唔是甲你讲，一大堆啦，伊用迄个不良邪道啊，新政。哎，新政我讲呀，其实新政迄大家拢。新政足夭寿的，你知影无？一个被告，冤枉被告的啦，关遐六七档啊，真无容易哦。他找到有安排着，讲要互伊出庭来替家己来辩解一下，嘴也未掰开，就
都老虎钱都给你骗子都给你捏落呀，还未讲，还未开嘴，还未讲，骗子都搁给你捏落。你看，拄只恁这资深美少女就是给捏落，你看，就莫讲话啊，参讲话嘛，莫讲啊。啊，你啊看，这台湾这法庭即款的这个动作，你咧看有其他来无？有肮脏无？足惊人诶！应该讲真太高啦，垃圾啦，真龌龊诶！哎呀，龌龊啦！诶，这会使讲各位观众朋友啊。这款的哦，恁也无去伫法庭咧说，看无啦。啊，恁刚才听人讲，啊，这法庭真乌，确实有影法庭是真乌啦。但是唔捌听到、唔捌看到的人真济啦。啊，今仔日咱报上这块录音带吼，这是只有是冰山一角的尔啦。这法庭的乌波吼，这是小 case 啦。但是小 case 的已经。你到底哦是亲像倒咧挂，还是亲像穿咧单？我讲拢唔是。你若去法庭受到这法官、检察官甲你虐待、甲你枉判哦，会使用啥来形容咧？就是哦，乌气啦，刚刚迄个乌气射到你，知唔知？哎，我知啊，嘿，麻黄啊。乌气哦，即卖少年仔话可能唔知啊。麻黄啦。乌气，国语话叫麻黄哦。伊这乌气哦，甲你烧着了后，伊袂甲你一个互你死啦。无啦，伊甲你火烧甲一条大大条，你要甲伊摕条慢条时，内底一块肉去揪出来。欸、啊，揪出来就是讲，伊甲你食，可比讲二十四四的火，你都要留二十四四的火啊。对，啊，即摆佫上届哦，啊，互你感觉不可思议的就是，即、這个社会麻烦，讲个叫乌气啦吼。你若想讲哎呀，你甲社会作苦，我要甲你一刀两断，要甲你斩无死安尼哦，斩伊袂死呢。对啊，你甲斩做两地，伊变两只。对啊，伊就迄落断尾求生啊，伊就搁安尼。你甲斩做四地，伊变四只。所以哦，即若确实讲伫法庭去，即个即法官、检察官啊，傲慢去、虐待去、枉判去哦。你若讲啊，我去哦，刚才先就叫倒台掉嘞，这无严重啦。你刚才先叫我去加掉嘞，你要加报复你都无才调啦。啊，啊，佮换迄火迄落老筋吼，啊，又起一块板，迄个坑吼，伊就定会发炎会皱，敢若皱嘞吼，啊，就乌乌好了，足久，啊佮乌乌一捆。一窟安尼，乌乌安尼，所以你也看这个窟。伊有洞嘛？伊爱底下咧甲你输的时阵，伊爱配一挂了毒底的肉遐，哦啊当甲你安尼诱出来。所以你像你之前咧说明这段哦，若有去受到这司法虐待、司法冤枉的人哦，伊会深深的去体会到，即款的迄个啊痛苦啊，即款哎真苦哦。啊，拄只哦，咱讲的这个恁。资深美少女，这个法官哦，赵文君，伊即马哦，讲白贼了后，真侪人会感觉讲，伊可能会受到报应，没有。伊讲白贼了后，马上啊，升官啦！我打这两天哦，都在重庆南路啊，碰到一个哦，退休检察官退休的朋友出面啦，伊咧问我讲啊，李建章的冤枉去，哎，这件哦，啥物人办的？我讲啊，都。这个高等法院这个审判长哦，赵文清啦，哦，伊讲阿姨哦，阿姨即马去升官咧，即马升去哩台南高分院咧做庭长咧，讲白贼就会兼会升官。啊，国民党拢安尼嘛，你看因迄落位总统、副总统，规官落拢总讲白贼，拢总会当迄落，会当升官兼发财嘛，吼。啊，所以讲哦，咱啊，这个啊，希望讲咱的转型正义吼，迄落蔡英文啊。主席吼，伊若当选迄落总统了后吼，一定爱一定彻底就是啊，这个啊，黑道的兼这个司法两个吼，爱统治咱台湾，这一定爱甲伊转型正义过来。消灭啦！嘿，啊，咱即马吼啊，咱诶，吴连长呢啊，休困者，咱等下连咪到个倒转来。